各位网友，各位同胞，大家好，我是老白兰，欢迎来到民族阵线啊。呃，那么中东这现在的这个情势啊，呃，愈演愈烈啊。几个事儿呢，一个是伊朗外长就伊朗高级顾问遭以袭击身亡警告，特拉维夫面临艰难的倒计时啊。那么等于说呢，这个中东这边的情势啊，啊，由于伊朗的啊另一位苏莱曼尼。 啊，被做掉以后，呃，再次升温啊，包括呃，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也将在国内达成这个和解啊，内战结束了，也是对外了啊，呃，还有包括那一带的情势，我们都来看一遍啊。呃，特拉维夫面临艰难的倒计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高级顾问遭以色列袭击身亡后。 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二六日发出警告。据以色列时报不消息，阿卜杜拉希扬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驻叙利亚高级顾问赛义的拉圾。啊这个穆萨维遭袭身亡表示哀悼。他称穆萨维多年以来英勇作战，为的是确保伊朗和该地区安全，而特拉维夫面临艰难的倒计时。据以色列时报早些时候报道。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叙利亚担任军事顾问的高级指挥官穆萨维二十五日在以色列对叙首都大马士革的空袭中丧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穆萨维当天死于以色列的导弹袭,袭击。他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叙利亚时间最久、经验最丰富的顾问之一，曾是已故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的战友。伊朗总统莱西当天发表声明说，以色列的恶意举动再次表明他在本地区的绝望、软弱和无助。以色列肯定会为其罪行付出代价。<coughs> 啊，那么这个呢，又是一个斩首行动啊，所以呢，当务之急啊，还是要什么建立这种防空体系啊，整个联合防空体系，这个这个体系要建立起来啊，还有这个战略防空这些东西都要搞起来啊，所以说呢，这个呃，伊朗的什叶派之湖啊，他们这个派系啊，整个这些盟友啊，很多任务还是很艰巨的啊，包括这个。 俄罗斯不是同意卖给伊朗这个苏三零战机的吗？啊，还有好像三苏三五也会卖给他啊。最重要的是这些战机是一回事，还要有,有这个在整个黎巴嫩、叙利亚，啊，对吧？还有在这个伊朗构建起来一道这个防空系统啊，这个呢，啊，中俄作为啊幕后的大佬，也是应该支支持他们去建立的，对吧？不能让以色列的导弹或者战机这样乱飞乱窜。 啊，对吧？到时候你看他以色列的啊，他的这个战斗机，他不太敢再乱飞了啊。原因就在于，对吧？有中国给这个叙利亚啊等国提供的这个米波雷达啊，这个是反隐身雷达啊，他的这个 F 三十五 I 啊不敢乱飞。那么，但是啊，包括还有之前 F F 十六被也被这个击落啊，我觉得这个战果也不错。 啊，但所所以现在以色列就是放这种导弹，啊，你导弹的拦截跟拦截战机呢，它又它又是另外一套体系啊，这个要帮他们来建立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举动呢，势必会引来伊朗的这个打击报复，啊，那么以色列也将会付出更加惨重的这个代价，啊，他已经付出了很多代价了。 内塔尼亚胡到现在还在这个播报说，就一百五十多人阵亡，啊，好像搞得他们是刀枪不入的啊，金刚葫芦娃，对吧？是这个啊，相当厉害的，跟铁人似的啊。就光我们看到哈马斯卡桑旅发布的这个打击以色列的这个军人的这个画面啊，就已经啊几十个视频了啊。你这几十个视频里里面，对吧？你一共是多少多少人阵亡啊？ 所以说啊，死要面子活受罪啊！那现在呢，不停的就是对叙利亚，他也不敢地面进攻，他也只敢搞这种蜻蜓点水啊。说实话，以色列这个军队啊，地面作战能力荡然全无，连个哈马斯都搞不定啊！你别听他吹牛逼，说什么要打击叙利亚，打击什么伊朗，打击啊！零八年珍珠党,党啊，他根本就没这个地面作战这个实力啊！从 我们讲零六年那一次打，从那个贝鲁特被打回来以后啊，就已经看到了他的这个正式能力了，啊，他没有办法再什么再扩张了，啊，除了这个空中的一些优势，啊，美国给他支援的这些优势以外，啊，或者还有他的一些电弹系统优势以外，他没有任何的优势，啊，所以这一点，对吧？大家要看清楚啊，要看清楚。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美国今天的这个。 啊，愤怒啊！美国呢也愤怒了。呃，美军伊拉克遇袭酿三伤，拜登授权报复真主党旅，共造成真主党一人死亡，十八人受伤。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旅二十五日对美军阿比尔空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导致一名美军重伤，两人轻伤。 作为回应，美国总统拜登当天立即下令展开空袭，对真主党旅实施报复。据路透社报道，以哈冲突正对整个中东地区造成影响。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已多次沦为攻击目标。与伊朗结盟多个武装团体公开反对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并要求美国承担部分责任。美国军方表示，按照总统拜登的指示。 以对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一时四十五分在伊拉克发动空袭，可能击杀了数名真主党旅武装分子，并摧毁了该组织多个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将军表示：“攻击目的是追究那些对伊拉克叙利亚联军发动袭击人员的责任，并削弱他们持续袭击的能力。我们将永远保护我们的部队。”啊，那么这个现在呢？ 什么就是中东美军，尤其是在叙利亚的美军跟这个伊拉克的美军，这个是伊朗啊及其这个手下重点要清除掉的目标，就是要把美军啊这个伊拉克部队和叙利亚这个部队给它赶走啊。所以呢，现在他这个无人机啊啊发展的挺厉害的啊，这个技术不知道哪里来的啊，带隐身的了啊，可以突破美军的这个美军基地的这个防空系统啊，防空系统发现不了。 啊，然后再进行这个袭击，对吧？那美国他念出来，哎呀，就一个重伤，好像就没死亡，好像美国也是这个金刚不坏之身啊啊呵呵！这个，但是真实情况是怎么样子的、啊？肯定是有伤亡的。美国他一直都是虚报、瞒报啊，不报，对吧？他们天天说啊，中国哪里哪里出现什么事情了？哎呀，人员都说简报、瞒报啊。其实美国啊，他干这一方面事情啊，才是咱们的老师。 对吧？你因为就像你以色列一样的，你明明你明明死了那么多人了啊，至少三千至五千人肯定是有的啊。他就说一百五十呃一百五十多个人阵亡，那美军呢每次哎、啊，你看他家这些基地啊，遭到大小上百次的攻击，他说一个人都没死啊，就是只有重伤啊，对吧？他比较丢面子啊，因为美国是啊钻石做的金刚石啊，所以说呢。 这个报复行动呢，也是打这个伊拉克，更加招致了伊拉克的反感。伊拉克也公开啊谴责美国侵犯其主权，啊，所以这一边的这个情势啊，让美国啊已经深陷泥潭了。呃，俄罗斯在乌克兰那边已经打下马林卡了啊，然后呢，他们就说，哎马林卡，他们的媒体说马林卡没用，马林卡是个鬼城啊，马林卡这个已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啊，俄罗斯拿下了一个鬼城。 所以说，对乌克兰的支援、支持，啊，也已经什么，也已经基本上是废掉了。今天俄罗斯已经宣布了，啊，这个一天啊消灭六百七十五个，啊，这个乌克兰军人啊。那么大家想想看，一百、啊，呃，六百七十五人，老兵说了，每天死个五六百人，你这个国家还还有多少人可以支撑下来，对吧？ 在今天啊，也就刚刚，俄罗斯已经宣布啊，彻底的搞定了今年的乌克兰所谓的大反攻。俄罗斯已经让乌克兰没办法再反攻了。所以说，从整个中东落到乌克兰这一线，美国是全面陷入泥潭，没一个事情他顺心的啊，自己又在中东这边啊，又被给牵制了。 然后呢，又要在印太地区和中国来对抗，啊，说印太地区是我对抗的这个主力。所以说美国有三头六臂吗？啊，还要在什么日本、韩国这这边吓唬朝鲜，说要打核大战啊？什么什么？只要朝鲜发动核大战，金氏政权将不复存在。你敢发动核大战吗？对吧？他金氏政权换掉你日本、韩国或者你美国几座城市？ 啊，他也是啊，对吧？拉你做垫背，他也不亏呀、啊。所以美国很多话都是说大话、吹牛逼的，啊，对吧？你现在一会儿你你美军会袭击这个黎巴嫩真主党，你就全面的跟什叶派啊、呃、为敌啊，那他有的是法子搞你。同意停火，也门九年内战终结有望，也门九年内战结束有谱。联合国也门特使。 二十三日宣布，由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与伊朗撑腰的什叶派武装胡塞武装，已承诺采取，呃，迈向停火的相应措施，并同意参与联合国领导的和平进程以结束战争。也门内战若能达成永久停火，将成为中东局势稳定的一大里程碑。啊，所以说呢，这个背后还是中国在这个背后斡旋，最终呢，各方都达成停火。 一致对外，一致对美以对美国和以色列，啊，这是一个好事儿啊，啊，对吧？所以说，中国在这里面做的事情相当多啊。这个也门内战停火了，让也门他们自己，对吧？啊，也门政府说我不支持胡塞武装去打红海啊、哦，我们在这里搞发展，啊，胡胡塞武装让他们去实实行去去打，啊，我觉得这也挺好的，大家相互配合，好吧？ 所以在中东，美国就已经让他逐渐的把他引入沼泽，啊，美国不管才不好，管啊才好，谢,谢各位支持。